62K 930，第一分到上线冲刷下来。63K 第一分到站内导数。65K 790辅食崩落。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已经造成阿里山林铁沿线边坡土石崩落及倒树至少89处，尚无重大灾害。本处持续在天后许可下持续进行路线巡检及清理修复作业，因为大部分灾损地点无道路可达，需逐段推进施工，且有间歇性大雨影响修复进度，预估在八月底才能完成。阿里山林铁本线嘉义到阿里山区间将持续停驶到八月底。至于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之柱山、藻坪、神木三条支线，则配合游乐区开园及路线巡检确认安全后，另行公告复驶时间。